学音响，我做一个 Michael Jackson 吧。对，因为他是音乐之神，对，他改变了很多东西。对，我也希望我的音乐，还有就是我们 Vision V， 对，然后带给大家那种就是那种可以就是正能量吧。对，带给大家正能量。我想成为一个真实的我。对，我想给你们看我真实的我。对，我不会装什么的。对，然后我也希望我们的 Vision V， 对，然后在你们听我们的歌会开心啊，然后就是我们站在舞台的时候希望你们真的去音响。对，因为我们平时跟上舞台其实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。对，如果大家可以对去多了解的话会很好。对，做人梦想肯定要多。对，越多呢那你的人生就会越精彩。我的梦想就是希望我们 Vision V 有一个自己的演唱会。对，然后希望20年之后10年之后我们其他跟成员们一起醉的时候，团醉的时候可以看到幸福的样子。对，以前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就放弃了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。对，然后对是这样的。对，然后放弃了很多朋友，放弃了很多就是时间。对，其实我觉得做人为什么要有梦想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如果你没有梦想的话，你就没有那个动力去做这个东西。对，你要有梦想，你想做这样的，你就会一起去奔跑。对，一起去跑去拿那个东西，就好像跑步一样，你没有那个终点，那你一直跑的话你没有意识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知道那个终点就在前面，你就一直去跑，一直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不会放弃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其实你需要的梦想其实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的歌梦想发射计划就是这个意思。对。